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天中文版的 Apple。开箱了那么多手机和电脑后嘞，今天就要来开箱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啦，那就是 Realme AIoT 全家桶。最近 Realme 终于把 AIoT 产品带到了大马市场了，目标为全球年轻的用户，打造全场景智慧 AIoT 生态，制定了以个人、家庭、出行三大，做出年轻人喜爱的智能潮玩生活。大家就一起看看盒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吧。OK， 在开始之前，我们都知道 Realme 即将要推出 Realme Watch 了，但是这个盒子那么大，应该就不只是装一个手表吧？对的，打开后就可以看到有 Realme Watch、Realme Band、Realme Bang Annual， 还有 Realme Power Bank 2。对于我来说，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Realme Watch， 这样为什么呢？因为 Realme Watch 是大家一直等了很久的，现在终于来了。首先，我们先看看 Realme Watch 的设计，它的设计不但时尚，而且还很实用，戴上去又不会太大还是太小，是一款超大彩色触控屏幕的手表，而且具有智能技术功能，如测量心跳、运动模式、音乐控制、SPO2 三色测量血液等等功能。根本就是又时尚又是健康的好帮手。接下来我们就看 Realme Band， 它是 Realme 旗下首款的智能手环。 Realme Band 采用了一块 0.96 寸的彩色屏，表带设计大方形，看起来很简单漂亮，功能就有支持心跳检测和运动模式等等。它还具有 IP68 防水防尘，非常适合每天戴着去运动。 OK， 来到 Realme Buds Annual， 这是一对无线耳机，可能设计上是没有什么新意啦，但是一旦打开后，它提供富有弹性的低音，明亮清晰的高音，让低音更有层次感，而且拥有精准的声画同步，在听歌、看电影还是玩游戏的体验又肯定更加享受。重量也轻如一张 A4 纸，才 4.1 gram， 真的是超方便携带的。至于 Realme Power Bank 2呢，它拥有1万mAh 电量，机身小巧又便携，重量只有216 gram。 Power Bank 2拥有 USB A 和 USB Type C 两个接口，提供 18W 快充，支持双口同时输出，同时为两台设备充电，可以高效率的同时又节省时间。最后，了解了这些 Realme AIoT 产品后，大家一定会问，如何把所有这些连接在一起呢？其实要做的非常简单，就是在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 Realme Link， 它能轻松的连接 Realme Band 和 Realme Buds Annual。 Realme Buds Annual 支持连接全新的 Realme Link App， 将耳机添加到 Realme AIoT 生态，打开 App 就能制定以耳机的触控方式，还支持为耳机提供固件升级。 AIoT Realme 产品实际上可以连接到 Realme 手机或其他 Android 手机，通过 Link 就可以管理任何内容，让生活上更轻松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Realme AIoT 产品，就继续留守着我们 Tennis 中文版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分享和留言你们的看法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